哎呀，一斤几两？一斤呐、啊！大胖子早上好，大胖子来了，老头头来了，是的。感谢小家乡的帮助啊！这大鲫鱼你看它有多大啊？漂亮了，这老大了。我这一扎都没事儿，看看。这大鲫鱼，看远了看不起。带水，带水。你过来了啊！小帅知道我是谁吗？浪迹青州的。感谢我幺七九二哥关注的。哎，这把鱼小李管紧了，小李小李，他都点下去。二哥是的，这个行业是最少的。哎，这么点米。扔进去，都软了，扔进去。走。那今天放生了。李管强往那冷阳上看能不能上来了啊？哎呦，好了，撑撑就出来了。哎呀，现在不能放，知道吗？跑老快了。能从里来不要。好了。才一斤多，有啊，有没有玩意儿？你不是老王头没玩意儿吗？这回服了吧？真胖啊！啊，真带劲！我扣出来，太棒了！一位，感谢我啊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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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鱼是个畸形，看看朋友们。这小时候叫什么？看，这鱼是畸形，小时候没东西吃过。它后边是鲫鱼，被挤下来，这个鱼。看看这网的收获啊，两条三条啊，两条京津的大鲫鱼啊，一斤多的，两个白鲢一个胖。